在南京有这样的一片风景，从空中俯瞰好像一条宝石颈链咁，有人浪漫咁话，宝石是蒋介石送俾太太宋美龄嘅礼物。其实宝石1931年建成，原本是总统别墅，蒋宋两人偶尔入住休息，所以被称为美龄宫。主体建筑具有中国古典韵味，至于主体结构和材料就带有西方建筑特色。美龄宫体现中西建筑的融合，亦都收藏了当年的一段历史。创意层出不穷，展现多元智慧。 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